个辞旧迎新的幸福时刻，更是一个凝心聚力追梦未来的时刻。那现在请导播把画面切到黄浦江畔，让我们来感受一下那里的盛况。哇，我们可以看到黄浦江畔已经有2020架无人机点亮了上海的夜空。Yeah!
我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向全市人民以关心支持上海发展的朋友致以诚挚的祝福。全市人民用奋斗演绎了难忘的2019年。一年来，我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做到迎难而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步。这一年，改革开放实现重大突破，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启动建设，在上交所设立科创馆并试点注册制顺利落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全面实施。第二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果丰硕。这一年，新动能持续壮大，金融、信息、科技。